万华美食推荐汀州入无名咸粥，重新装潢后取名为有在 Wild Tasty， 网络被称为台北三大咸粥之一。爱吃咸粥的绝对要来吃吃看。为有招地址位在万华西藏路跟汀州路交叉口，临近南机场夜市。内用座位不多，不过翻桌也算快。除了内用，外带也有外送。菜单有大骨汤咸粥、海产粥、蚵子粥、海产面、酥皮红烧肉、炸蚵子、鸡卷、炸虾仁、炸花枝和炸豆腐。必点的咸粥一碗才30元，分量不小碗，价格平价便宜。咸粥吃得到米饭颗粒感 ，Q 软又带有一点嚼劲，汤鲜味美。而且不会太咸，算是清爽的咸粥。除了油葱酥、刺肉，还有豆皮碎段。早上吃个海产粥，一整天活力都来了。如同菜单上的照片一样，海产粥里满满的海鲜配料，有蛤蜊、鲜蚝、虾子和青菜等，海鲜料多又新鲜。尤其是蚵子，肥嫩甜美，汤底丰富，充满层次感。如果食量有限，早午推荐必点脆鸡卷。现炸的马记脆鸡卷，外层薄薄的腐皮酥香，呈现金黄色，相当诱人。粉浆加上洋葱丁、米记和蔬菜，口感香甜，还有助讨喜的脆度。搭配店家特制的豆瓣酱，味道甜咸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与鸭脚红烧肉、鳗面延仔红烧肉齐名的，唯有糟酥皮红烧肉，用肥瘦均匀的三层肉加上多种香料腌制，外皮炸的酥脆，一口咬下还有助丰富的油脂和瘦肉部位平衡，味道真的好香。口感酥酥软软又弹牙的炸虾仁和炸花枝，是海鲜控必点，没有厚重的炸粉，吃起来带着更明显的鲜味，沾点胡椒盐就很好吃，很适合搭配咸粥一起享用。炸蚵子香酥口感的面衣里面，是鲜甜的蚵子，喜欢吃辣的也可以蘸上店家自制辣椒酱，味道更棒。喜欢台式古早味的人，千万别错过这间万华南机场美食。洲际手工家常面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正区城中市场。城中市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。这一带美食众多，店内用餐环境是长条形的桌椅区，空间不大但蛮前进的。店内小菜区种类很多，就摆放在餐厅入口处。必点店家最厉害的武器，手擀刀切面超 Q 有劲道。这里的面食选择很多，价位也不算太贵，很平时的价位。炸酱面大碗60元，炸酱面有北方口味的做法，有豆根丁及炸酱，还有清爽的小黄瓜丝，口味很不错。重点是面条超赞的，每个面条都吸附了炸酱的香味。猪肉炒面小碗90元，猪肉分量蛮多的，加上爽口空心菜、红萝卜丝炒得很入味。牛肉面小碗120元，小碗的牛腱肉大约4-5片，汤头味道还算不错，尝起来清爽不腻。重点是手擀面吸饱了汤汁，真的好够味，好好吃。味噌贡丸汤35元，也很不错。北投美食高妈妈传统米食位在北投市场斜对面，好吃的减重冰就在这里，距离新北投捷运站步行约6分钟，门口有机车停车格。之前减重冰只有在端午节限定，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。环境整体很前进，古早味桌椅让整体空间看起来很复古，配料有杏仁茶、烧仙草、红豆汤、酒酿等，另加配料需加10元。一进到店里就闻到老板在煮芋圆的香气，一颗颗饱满的芋圆让人食欲大开。减重冰的冰是黑糖刨冰，黑糖是已经拌进去了，很够味。碗里加了一堆料进去，碗都快装不下了。减重冰会直接给一整颗，剪成入口大小方便吃。减重冰除了加入一颗减重外，还可以选3种料，这次选了芋圆、粉果、汤圆，另外加了10元的大红豆。软糯的红白小汤圆很好吃，冬至也可以来这里买汤圆。元宵节也有包馅料的元宵。除了卖冰品外，还有许多客家米食可以外带，减重也可以单买，一颗35元。隐身捷运中山站附近巷弄内的这家 Cafe a la mode 中山店已是开业10年的咖啡厅，临近中山运动中心，从捷运中山站出口出来，步行约4分钟左右即可抵达。餐点有全日早午餐、意大利面、意式炖饭、法式布丁吐司、手作甜点，饮料类则有意式咖啡、茶饮、经典冰饮品等。低消为每人人一饮品或主餐，另收10%服务费。地中海式鲑鱼烙梨早午餐，分量都给得很够诚意，每一口都能有满满好料可做搭配。酸重面包为基底，依序放上进口烙梨酱、烟熏鲑鱼、酸奶、费塔咸酪、酸豆等，讲求品尝原型食物，食材够新鲜，无需过度调味或是加工。 BBQ 手撕猪三明治早午餐，原本配置为三明治，可换成布里欧汉堡，里头加入满满生菜、 BBQ 手撕猪、太阳蛋，还会附一杯水果优格。面包切面有抹上奶油煎过，呈现出诱人的奶油香气。手撕猪肉咸中带甜的调味很是讨喜，热带鲜果法式布丁吐司，餐点现烤制作时间约需15至20分钟，
法式长棍面包需先浸泡15小时，吐司呈现外 Q 内软的极品口感，完全不会有前硬难咬的问题，口感上充满了惊喜。有机会问鼎台北最好吃的法式布丁吐司，巴恩生乳酪是新推出的甜点，有着是法式甜点的可爱造型，生乳酪吃来有着像是冰淇淋的冰沙口感，甜度不会太高，能吃出草莓与优格的香甜感。提到排骨，就想到西门町名店一级排骨，味道属于复古的古早味。排骨店的位置在地下一楼，但还好油烟味不会太重，低消一人一杯饮料。除了炸排骨外，鸡腿排的选择还蛮多的，还分成卤鸡腿、60年代炸鸡腿、香酥炸鸡腿、照烧鸡腿、柠檬鸡腿，一只腿的口味就很多样化。一级排骨125元，大多数人都会点，配菜就蛮普通的，豆前、酸菜、高丽菜、排骨肉后事，咬起来有肉汁又入味，调味还算不差。五谷蜜酥鸡腿130元，配菜变成南瓜、高丽菜、菜脯。蜜酥鸡腿咬下去的口感非常酥脆，味道有点像沾月亮虾饼的那种梅子酱的感觉，个人觉得比排骨饭好吃。